因时快讯二十九，环球共享麻辣烫，欢迎来到因时快讯二十九。今天我们将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智慧与趣味的环球麻辣烫之旅。麻辣烫的智慧，麻辣烫不仅仅是一道美食，它更是一种生活哲学。每一串食材都代表着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经历，有甜有辣，有酸有苦，正如麻辣烫中的汤底，人生的滋味也是由各种经历调和而成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能为我们的生命增添独特的风味。麻辣烫的趣味，你知道吗？麻辣烫其实是食物界的社交达人。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，哪种文化，只要你坐在麻辣烫的锅前，大家都是朋友。有人说，麻辣烫是唯一一种能让人们在流泪的同时还想继续吃的美食。毕竟，眼泪和汗水都是对美味的最高赞美。麻辣烫的国际范，从北京到纽约，从东京到巴黎，麻辣烫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现象。每个地方的麻辣烫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但无一例外的，他们都能带给人们温暖和满足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只要有一锅热腾腾的麻辣烫，你就能感受到家的味道。麻辣烫的挑战，在享受麻辣烫的美味时，千万要记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不要被辣翻了。虽然辣味能让人上瘾，但也要适可而止。其次，不要被麻木了。麻辣烫中的花椒可是有麻木神器之称，吃多了会让你感觉舌头失去了知觉，最后更不能烫伤。麻辣烫的汤底滚烫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别让美食变成了烫伤事故。麻辣烫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它教会我们在生活中寻找平衡，享受每一刻的滋味。希望今天的因时快讯二十九能为您带来一丝温暖和欢笑。下次再见。